咱们先生剩余我，然后干嘛呢？老趁拿不住，再来一发！我啊！我就说我人物慈悲，跟我武器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过怎么是误切啊？我这个，哎呦，我再趁拿不住，再来！我受不了了，过年了，今天拒抽吗还是怎么的？约定规版了呀，这样我就可以抽斧头了、但是我又不是很想抽啊，因为我蜈蚣大剑刚好可以给纳维亚用，我抽了斧头出来，那我蜈蚣大剑给谁用呢？什么，给我点关注。好，既然都这么说，那我肯定抽吧。二十三，哇，怎么上次抽又来啊？不对，我定轨呢，不应该是斧头吗？我他妈抽完才发现，我最开始已经定轨都没定，有时候真的被自己蠢笑了。看来这个事件真的已经颠成我想要的样子了。画完星辉还有时抽，能不能抽？能，能你个头啊！我操，芭芭拉给我整笑了，你知道？还抽吗？我真不想抽了，两把雾切了，然后下一把天空之刃，然后现在定轨还是零的，我操！我真的我要笑死了。现在就已经2024年最大笑话了，有个人抽斧头，我要三把，然后定轨还是零，又不够了，我再去干个地图。去干一个去干一个，还什么地图没干啊？哦，我想起来还有北京没干。北京的朋友们，我来咯，既然都干了北京，那给北京的朋友一点小震撼吧。喜欢看我偷看的老师可以关注一下，不然下次就刷不到。23刚刚是误切是吧？我虽然说提前出的，但是是个斧头，你我的四把了，最后20抽了，没了，这真没了。你这好消息，100抽5把武器，坏消息没有一把斧头啊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什么呀？又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要先听哪一个？坏消息，抽斧头虽然歪5把，但是我们还有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只有一个坏消息。